在工作方面还是有很大困难。比如说，有很多学生因为家庭情况的原因会辍学。因为我们那里比较穷嘛，所以读书的人还少，有两三个吧。既然你汉语水平低了，你去学其他科目，他那个理解能力就比较浅，不是理解能力不是那么强。我想继续读下去，因为学习更多的知识能让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，可以让我们学到更多的东西。学习好，好不是功不起嘛？大学考得最好学校，功不起。希望你读大学，不能从你读进去，叫舅舅读书哈。困难的也多，困难的也多。我很羡慕小潘，因为他刚读上了大学。慧安同学，读初中，一读初中我就几乎都非常关心他，非常支持他，一直把他鼓励他，考到了，昆明理工大学。也许没有我的这样关心，去说服他父母的话，很可能他也辍学，现在不能在，昆明理工大学上学了。接受教育就是走向光明未来的重要途径。为什么瑶族村里的孩子？能上大学的只有一个，我。